哎呀，昨天晚上呢，芝芝呢哭得比较厉害，一直还是吵着想妈妈。我们准备去哪里呀？妈妈。今天，其实是我生日，希望我们一家三口一起庆祝一下生日。哦，你要拉一个？好的，走。哎呀，好了。爸爸跟你洗个脸好不好？我吃蛋糕。吃蛋糕啊？嗯。我们要等妈妈回来一起看。对啊，先做好准备也可以。芝芝真棒，真是爸爸的什么？你是爸爸的什么？你家长得好开心。你晚上回不来了你？我现在比较忙。啊，好了。反正我今天晚上来上晚自习，明天我还上晚自习。你开始不是说跟别人换了晚自习吗？是的，学校里好多事情呢，我也想的，但是，唉。好了，嗯，好好，拜拜。那我是寄宿学校班主任，我从星期一到星期五，因为种种事情，就是经常一个星期都回不了家。懂，说了要等妈妈回来拿蛋糕。一中那边是吧？哦，好，好，谢谢啊。哦，来了来了。咦，我咋可能睡着了？36岁。一会儿我买一个小蛋糕，买一个。这个呢？那就买一个这个吧。坐公交车如果顺利的话有1.5小时，然后如果堵车的话可能有时候要2个小时。给他个惊喜哦，他肯定没有想到我会买蛋糕的，关键是这么好喝的还会给他蛋糕。本来是说今天晚上要回来给他庆祝生日。噔噔，还是跟他过，关键是还可以给仔仔吃一点哦，嘿嘿。以后每天都这么用蜡烛迎接我回来啊，我就每天幸福满满的，你知道吗？Hello， 亲爱的 Hello，
这一道要祝滋滋身体健康，你知道吗？这一道，谢谢马哥今天晚上的精心的安排。这一道是希望以后我不在家的时候，每天晚上还是继续要跟他念书。这一道是希望家庭和睦。这一道嘞，老婆以后可以早点回家陪我和妻子。好的好的，我尽力吧。真的是尽力。